广汉人以他们广阔的胸襟，创造着广汉的当代史。三星堆古蜀文明和民航事业已经成为广汉的两张名片。广汉人努力在这两个领域开创绚丽的明天。 古蜀先民曾幻想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，千年之后，他们的梦想最终实现。广汉的上空飞机轰鸣声连绵不断，这里是中国民航事业的未来。 仰苍穹于一隅，俯寰宇于蜀地。广汉的故事，蕴藏在地下，也翱翔在蓝天之上。人们说， 今天中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。对，但这短短的100米，仍在等待你去征服。笑出强大，益达，浓香正宗中国味道，泸州老窖特区。